西山板块组的负责人。活力西山，欢迎大家的到来。活力西山科技板块展示的主要是学校的科技课程和科技活动的开展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很多想法是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喜怒西山，荣耀西山，因为什么？活力西山一定很火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宣传片就知道，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很多很有活力的人在这里面，我一定会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活力，不一样的西山。其实从这个板块最开始的设计，当然主要是由几位老师来策划的，但是其实从后期的准备过程当中，更多的或者说这个板块的主力是我们的孩子们。比如说活力西山这个宣传片的拍摄，就是由我们电视台的几个学生为期3个星期的这个拍摄以及后期的剪辑来进行制作的，涉及到的学生大概有将近200人，甚至超过200人。在这些活动中呢，学生不仅可以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呢也提高了他们的思维能力。一方面是欣赏，另外一方面更感叹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活力。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想最受益的还是我们每一个老师真的看到孩子们如此的活力，如此的激情。我想这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真正目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在集体的活动中学会了如何与他人来进行合作。也很高兴学校能够把这个活力西山板块总的负责权来交给我，让我有机会有缘去结识我们更多的在西山学习的孩子。同学们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同时呢也增强了自己的创新意识。一个学校来说，